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奇闻异事、不为人知的离奇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荒岛上的无声钟塔，时间的守望者；二、翡翠湖底的古老祭坛，水下的神秘仪式；三、皇家花园的幽灵园丁，永恒的绿色守护。耐磨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荒岛上的无声钟塔，时间的守望者。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荒岛上的无声钟塔，时间的守望者。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像是某部奇幻小说的章节名，但它实际上蕴含着对时间、孤独和人类存在的深刻思考。那么，让我们一起乘坐想象力的翅膀，飞往那个神秘的荒岛，去探索那座无声的钟塔吧。首先，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遥远的海洋中，有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荒岛，岛上唯一的建筑就是一座古老的钟塔。 这座钟塔已经失去了它的钟声，它静静的矗立在那里，似乎在默默的守望着流逝的时间。但是，既然钟声已经消失，它究竟还在守望些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哲学概念：如果一棵树在森林中倒下，而没有人在场听到它的声音，那么它是否真的发出了声音？同样的，如果一座钟塔在荒岛上无声的计时，而没有人在场记录时间的流逝，那么时间是否真的被守望了呢？钟塔的存在。 就像是人类对时间永恒性的一种象征，它提醒我们，即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时间依旧在流逝，它不会因为没有观察者而停止。中塔无声的状态，也许是在告诉我们，时间本身并不需要声音来宣告它的存在，它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忽视。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一位海盗船长因为导航失误，误打误撞的登上了这个荒岛，他看到了这座无声的中塔，心想。 哎呀，我的手表停了，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他抬头望向钟塔，却发现钟塔没有钟面，没有指针，更没有钟声。海盗船长挠了挠头，自言自语道：“这钟塔是谁设计的？连个闹钟功能都没有，怎么叫我起床抢宝藏呢？”于是他决定放弃这座钟塔，继续他的海盗生涯。这个小故事虽然有些滑稽，但它反映了一个现实：在现代社会，我们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依赖于外在的工具和信号。 当这些工具和信号不复存在时，我们似乎就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而荒岛上的无声钟塔就像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要学会感知和尊重时间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它的工具性功能。最后，这座钟塔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警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有时候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流逝，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就像那座无声的钟塔，虽然它不再敲响，但它依然在那里。 默默的记录着每一个日升月落，见证着时间的守望者，无论是声音还是寂静。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翡翠湖底的古老祭坛，水下的神秘仪式。各位亲爱的水下考古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个让人着迷的话题——翡翠湖底的古老祭坛。这个话题就像是水下世界的维加斯，充满了神秘和赌注，只不过我们赌的是时间和耐心，而不是筹码。首先，让我们澄清一点。 当我们说翡翠湖时，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特定的地点。世界上有许多湖泊因其清澈的绿水而被称为翡翠湖，但是这些湖泊中的一些确实隐藏住古代文明的秘密。这些文明将他们的祭坛和贡品沉入湖底，以此来取悦他们的神明。想象一下，几千年前，一群古代的祭司和信徒穿着他们最华丽的服装，手持祭品，行进至湖边。他们的脸上或许带住虔诚的祈祷，或许带住对未知的恐惧。 然后，他们将这些珍贵的物品一件件的投入湖中，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与神灵沟通，或是求得丰收、胜利，甚至是永恒的生命。现在，当我们的潜水员和考古学家穿上他们的潜水装备，下潜到这些古老的水域，他们发现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遗迹，他们发现的是一段段未被记录的历史，一个个未被讲述的故事。这些祭坛和贡品就像是一个个时间囊，封存住古人的信仰、希望和恐惧。当然。 这些发现并不总是那么浪漫，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比如人类的遗骸，这些可能是古代的牺牲品，或者是那些不幸溺水的可怜人。无论如何，这些遗骸都为这些湖泊增添了一层神秘和令人不安的色彩。但是不要让这些阴森的细节吓到你，水下考古其实是一项非常令人兴奋的活动。想想看，你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在历史课本上只能看到的事物，每一次潜水。 都有可能是一次新发现，每一次捞起的泥土都可能藏住一个新的谜团。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关翡翠湖底的古老祭坛的故事时，不妨想象一下那些古代人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和仪式。而我们作为现代的探险家，有助寻找和解开这些古老秘密的机会。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探索，更是对人类文明深渊的一次深潜。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皇家花园的幽灵园丁。 永恒的绿色守护。当然，我很乐意为您揭开皇家花园中那位传说中的幽灵园丁的神秘面纱。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王公贵族在宏伟的宫殿中举办盛大舞会，而他们的花园则是由一群勤劳的园丁维护的绿色天堂。在这些花园中，有一个特别的传说，关于一位名叫哈罗德的园丁。据说，哈罗德不仅是一位对园艺技艺精湛的园丁，而且他对这片土地的爱也超越了生命本身。 他一生都在照料着皇家花园，直到老去，最终在他最爱的玫瑰丛中安详的离世。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传说在哈罗德去世后的某个月光洒满的夜晚，一位身影在花园中若隐若现，他手持园艺剪，穿梭在月光下的花丛中，继续他的园艺工作。这位幽灵园丁，据说就是哈罗德的灵魂。他无法放下对这片绿色王国的热爱，即使是死亡也无法阻止他继续守护这片土地。有趣的是。 每当花园中的植物出现问题，比如病虫害或者枯萎，第二天早上这些问题就会神奇的消失，就好像有人在夜间默默修复了一切。园丁们私下里都说，这是哈罗德幽灵园丁的手笔，他仍然在确保皇家花园的完美无瑕。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确实反映了人们对园艺工作的尊重和对那些默默付出的园丁们的感激之情。哈罗德的故事提醒我们，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热爱有时候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他们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成为一种永恒的传说。所以，下次当你漫步在皇家花园中，感受到一阵不寻常的凉风，或者看到一朵花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轻轻摇曳，不妨微笑一下，向那位永恒的绿色守护者——幽灵园丁哈罗德致敬。谁知道呢？也许他就在你身边，确保每一朵花都盛开的正是时候。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有关时间、历史和自然的神秘故事：荒岛上的无声钟塔。 翡翠湖底的古老祭坛和皇家花园的幽灵园丁，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思考时间的存在和流逝，还让我们想象古代文明的神秘仪式和人类对自然的热爱。在荒岛上的无声钟塔中，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永恒性和它无处不在的存在。我们学会了尊重时间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它的功利性。在翡翠湖底的古老祭坛中，我们感受到了古代人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信仰。 我们也明白了水下考古的刺激和对未知的追求。在皇家花园的幽灵园丁中，我们看到了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热爱的永恒力量。这些故事都是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和对生活的艺术的探索。它们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尊重历史，保护自然。它们也让我们明白，人类的文明是由无数个神秘故事构成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造新故事的主角。 最后，我非常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观点。您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您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或故事要与我们分享？请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奇迹和谜团的世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